强，就是需要这种能量，然后我们是互相给予回馈的。嗯，给你们一个好的表演，你们给我好的和热烈的掌声，我们就会越来越好，表演就越来越嗨。抱歉，我刚不小心跳错一个地方。洗澡，笑声，空气好，哦，这人真的好，那原来有你的汽车起飞，快跳上我，借用我的翅膀为你，就算希望渺茫模糊，别管人老海中落，人心在终点。由嘉诚、祖安、文婷、子祥、哲言及幻君所组成的当红男团 OZONE 要发行首支单曲啦，歌名 OAO 是 One and Only 的缩写，象征着粉丝们对 OZONE 的意义。官方也正式宣布要将粉丝名称定为 OAO。 全新宣传照亮相后，让粉丝们惊呼不已，团员们也相当期待自己的新作品。 OZONE 出道后累积超高人气，忙碌的工作之余也不忘了和粉丝们分享有趣的日常生活，让我们一起来瞧瞧吧。地多起来，他想要我去找他，于是我就把门锁起来了。害他一进来卡住的瞬间，这个脸多尴尬！这是挺久的。好的，我们现在要拍的一个是子祥进来的时候，门锁起来撞到门的样子。你先打给他，我在打，都没接。超久，录快三分钟了。手机有带出去吗？哦，没有，他没带了。不行啊，太久了，我先出去找啊。等我一下。手机架子，按你自己情绪针头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OZONE。大家知道谁讲？你这么后面都会来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OZONE。来，然后换一个人讲。大家好，我们是OZONE。你在干嘛？吃饭。为什么在那边吃？想解脱。对啊，只有我可以在这里吃。姐姐，你刚刚是说，姐姐不是说我也可以？你是说只有我可以在这里吃？不是说你可以吗？行程满档的OZONE十月初先到高雄参加了原子少年最终场演唱会，隔天在赶场参加太空港演出，短时间内要记多种队形，让队长祖安忍不住喊脑子要爆掉了。虚伪的笑容。掉喽！昨天真的是一个队形，今天是另外一个全新的队形。这首歌我们跳五八九队形。一二三，哦，走！太久了，粉丝的 feedback 很好，就是
明就是跟我们一样从高雄然后回来台北，然后体力还要这样子。他们连续好几团耶，连续好几团耶，我觉得超厉害，很嗨耶，很强。我们就是需要这种能量，好不好？我们是互相给予回馈的。给你们一个好的表演，你们给我好的热烈的掌声，我就会越来越好，表演就越来越嗨。抱歉，我刚不小心跳错一个地方。真的抱歉。希望我们男孩们未来有更多元的发展，大家一起期待欧总的新歌吧。